已经没有子弹了。撤！狼雕，我让你滚我孙粗！队长，政委，那儿看。阿明，哎，这太危险了，你上后边去。我不害怕，快去，听我，快点。政委，哎，你看怎么样？位置合适，打吧。打！停住！使劲打！啊！多亏你们帮忙了，不然的话我就被守卫团给灭了。要感谢啊，你得感谢丁大命啊。大命，哎哎，是这小子上山给我们报的信儿。大命，你不娶媳妇了？不娶了，打一辈子光棍。我说二郎家的，赶快带着你的人撤吧，别等着守卫团人缓过神来再反扑回来。是啊，快撤吧。我怎么感谢二位？怎么感谢我们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我明白，后会有期。走，走。饭桶，你倒是给我顶住啊！你再顶住个三五分钟，我的第二梯队就上去了，就能把游击队和土匪一块消灭。死几个人把你吓成这样，屁股尿流往回跑。不，团座，我以前没打过仗啊，这游击队从侧面一开火，我就觉得完了，顶不住了。蠢货，笨蛋，草包，窝囊废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团座，你就别再训他了，本来也是我应该带兵去追的。我不是看他路熟吗？不，团座，我路是挺熟，但是我没成想游击队能来帮忙啊。团总，你说这游击队怎么会知道我们来这儿呢？这事儿是不是得查查呀？是啊，游击队怎么知道我们追击土匪呢？关仁才，这个事儿必须给我查清楚。是，团总，我一定查清楚。老关呐，哎，这回大命可是立了功了。可不是咋的，这小子，哎。大明，啊，大明，哎，过来。你想，我说，哎，耽误你好事了吧？连媳妇儿都没娶成，啊？哎呀，三叔啊，本来就娶不成，啊，你真相信我们东家能把山杏嫁给我？我大哥不同意是吧？啊，他不同意没用，山杏愿意嫁给你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们俩已经拜堂成亲了。按照满族的规矩，你们现在就已经成为正式夫妻了，傻小子。哎，我太了解我们东家了。啊，他太有办法能把我跟山杏拦住了啊。再说了，这东家跟夫人不同意，我要硬娶把山杏娶，这也不太合适，对不对？老话咋说的？说吗？强扭的瓜他不甜。嗨，你这是站住！此路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要想从这过，留下拦路财。赶紧把你那面罩摘下来吧，傻丫头。哎呀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咋的？你还想吓唬丁大命啊？
我根本不害怕啊，他那声我一听就听出来了。行了，走吧，跟我回入洞房。哎，干什么？山杏，现在回不回去啊？我说的不算。那谁说了算？队长说了算。谁是队长呀？队长是你三叔啊。那你都说了，队长是我三叔，那我三叔能不让你跟我回去入洞房吗？山杏，嗯，他是不能回去入洞房。为啥？山杏，你想啊。大命上山给我们送信了，他要下山，我怕守备团难为他。听见了吧？啊，队长不让我回去。那你要不让他跟我回去，我只能跟你们上山了啊。行啊，我同意啊。你同意？啊，我同意啊。队长，哎呀，傻小子，人山杏都成你媳妇了，他要跟你上山，我能不同意？快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听见了吗？跟你上山，我三叔能不向着我？走。哎，哎，那你继续履行你的诺言，啊？好。可是现在事情是这样的，不是你丁大命要娶我，是我关山杏非要嫁给你，而且非你不嫁，这就怨不着你了吧？啊，这也不能算你对我爹食言了，对不对？行吗？咋不行呢？哼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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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不行！哎呀，丁大命，嗯，这么喜欢你，你要再有顾虑的话，那我可真要心寒了。嗯、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得跟我说心里话。嗯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嗯，我喜欢，我跟你说多少遍，我喜欢你。喜欢那你就亲我一口。哎呀，你就亲我一口，咋的了吗？小点声，你让人听见。让人听见咋了？啊，你丁大命亲自个儿媳妇儿，有啥不能让人听见？你亲我一口吗？好好亲亲亲。亲啊！丁大命，队长叫你去一趟。哎，咋不敲门啊你？队长说了，就让丁大命一个人去。为啥就让他一个人去啊？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。大命，走。哎，什么重要任务？还得瞒着我？